每年大概十月十一月，我都会去莫斯科去忙一些教会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那么极冷的国家哈，它的最多的水果是什么？就是番茄，小黄瓜，叶菜类的几乎是不多，没有，剩下就是马铃薯。哇，你说那个吃的怎么也大排便，没办法。最后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因为憋了真的是一肚子大便，只能靠。黄金岁月后，请收看《医学大联盟》。